我眨下眼，好快咧就變咗呢個第四節啦。你講 lego 都可以講好多嘢，講都未講完。嗱，頭先我講咧呢個咧，哎呀，Panda，你又喺邊度嘅？係咯，點解會喺度嘅？啱即係頭先，你係咪跨越咗，即係入咗另一個樂高世界嗰度嚟嘅？去咗方琴嗰個空間。去咗另一個世界喎，另外嗰個唔喺度咩？你頭先你嗰時你跌咗落個乜嘢世界嗰度啊？唔知啊，喺度。好似同喺啲有啲大生意傾喎，即係變咗唔同咗喎。嗱，lego 我嗱，我覺得咧頭先咧，即係我喺第三節咧，即係都提咗咧有樣嘢，就話 lego 嗰個世界啊，嚇就係其實佢唔單止咧就一個叫玩具嗰樣嘢咁吸引，好多人咧即係發即係多人都認為咧 lego 嗰個世界咧代表一種哲學嚟嘅。而家啲人睇世界嘅嗰個哲學嚟嘅，嚇，即係話咧，而家嗰個世界咧，現實嘅世界，就大家都比都比較有一個叫 lego 嘅世界，而且 lego 嘅世界咧，你容易掌握啲啊，你知道佢點樣整出嚟，點樣砌出嚟，或者係經你自己手嚟砌出嚟添嘅，啊，咁啊呢種咧，即係你會發覺咧，而家咧好多時咧，我哋睇個世界，尤其是咧，好多時我哋睇啲戲咧。你都會發覺咧，就講俾大家聽，我哋有一個叫所謂現實嘅世界，但係就有好多咧個世界咧，就喺我哋咧就成日咧，尤其是我哋依個節目嘅，成日都要講嘅電影嘅世界咧，裡面咧都有好多好多咧，同依啲咁嘅玩具世界咧係好有關嘅。嗱，佢講起玩具咧，嗱，我啊考下你哋啦，睇下呢部你有冇睇過？啊，呢部啊！Robin Williams， 一個人有冇睇過佢一部《玩具王國》啊？好似冇睇啊！有冇睇過？好似有啊！邊個睇過啊？呢個就講係做玩具嘅嗰個嗱，當嗱呢個導演啊，你記唔記得邊個導演啊？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是《回到未來》嗰個嚟嘅。咁佢咧拍咧，即係拍呢個玩具世界咧，就都非常之。嗱，1992年嗰時拍嚟嘅，嗱都已經有依啲咁嘅嚇，好多好多嗰啲咁嘅玩具世界。佢就係講一個咧做玩具嘅一個叫富二代，佢點樣承繼佢阿爸嘅嗰個玩具嘅製造業，然後咧咁佢咧就變成嗰個玩具製造業嘅嗰個神嚟嘅，啊咁佢又有啲孤僻。即係嗰樣嘢，其實咪又 Batman 個古仔嚟㗎咯。Bruce Wayne 啊，咁你依部你又一定睇過啦，係咪？我依部你睇過，係咪三集都有睇啊？有。咁你會唔會發覺咧？佢裡面咧，佢講嘅嗰個，佢講嗰個玩具嘅世界咧，佢都掂到 lego 嗰個主題嘅。嗯。都係咧，即係佢裡面咧有好多時咧，就係嗰個叫成，即係叫成長嗰時候咧，係。當你長大嗰陣咧，有好似咧一個世界跳去另一個世界咁樣樣，你會發覺咧，唔係好似呢一類嘅戲咧，即係講咧，相當之多。嗱，依度咧，我哋嗰個頭啖湯咧，即係而家就講第四頁嗰講啊，有冇你有冇睇過呢一個卡通片？有。阿 Panda， 你冇睇啦？有高上神睇啊！唔關事。咁啊，Janice 你有冇睇過啊？你都冇睇過啊？咁啊，你有冇睇啊？冇啊。你都冇睇？冇啊。阿彪又睇啦，睇過些少，但係反而佢另一套咩《仙術工學隊》嗰個哦，嗰個漫畫我又睇。呢個喺香港嗰度咧，都其實咁你如果冇睇咧，就真係頭啖湯啦。應該咧就好似下個月佢會翻做呢部先。哦，係就有大家咁可以睇翻呢部咧，就視為經典作嚟嘅。咁會唔會2.0版嗰個咧？唔係，佢就做呢個。哦。做呢個版本先，因為呢個咧就變成咗一個世界經典嚟嘅。啊 ，Matrix 咧，咁佢都係承認咧，佢嗰個叫23世紀嗰個咧，係啦，殺人網絡嗰個咧，其實個 concept 咧都係好受呢部戲嘅嗰個影響嚟嘅。嚇，咁啊佢呢部咧就即係咧係響真人版咧。哦。啊，真人版咧就應該又都係3月嗰時做啦。嚇，咁我哋又會睇下你期唔期望睇啊？系何解期望咧？佢有講香港噶嘛？係啊，佢卡通片嗰度咧都有講香港嘅。係啊，係啊，係。因為成個跟住佢第二個嗰個咧，佢冇 exactly 講嗰個係台灣，但係咧佢咧就係講叫唐人街。不過你會睇到咧，佢基本上咧
咁都係一個叫華人嘅世界嘅。咁佢何解佢將嗰個叫做未來嘅世界高線就 sell 咧？因為原本嗰個咧漫畫咧，是龍正中國版本咧，就冇咁多呢啲叫實際一個城市嚟做樣板嘅一個角色嚟嘅。咁但係咧，佢依個咧，佢就最主要咧，佢其實同有好多啲科幻電影咧，都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咧，香港電影唔係香港嗰個世界，都係咧有一種叫未來嘅感覺啊！咁啊，依度咧你可以講咧，即係好多電影咧，就都係講嘅。有一部好經典咧，就今年咧就亦都會做嘅，嗰套叫乜嘢啊 ？Blade Runner Two 啊 ，Blade Runner Two， 我好擔心佢係咪真係譯嗰時就真係叫做咩《銀翼殺手2029》係嘛？嚇，2049，你加埋《銀翼殺手》咧就出事㗎啦，因為嗰個台灣嘅翻譯嘅，我哋依個咧香港就咁叫2020，係第一集，好 cool 嘅。嚇咁，但係咧咁嗰部咧咁啊，即係時候咧，即係你我哋節講啦。咁但係呢部咧就三月會做㗎啦。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未睇過嗰個卡通片咧，記住睇埋佢。但係咧就新版真人版咧，我覺得都相當之吸引咧。就第一咧就有佢啦嚇，佢又唔著黑寡婦啊。而家突然之間咧話要做咁多啲嘢，電腦嗰個靴又係佢做啊嘛。今次咧咁佢做嗰個角色，啲人咧就都夠病啊，驚唔揾個日本人做嚇。咁但係我覺得咧冇問題，因為佢一個 cyborg 嚟噶嘛，做出嚟嘅人嚟噶嘛。其實大家係最睇電影版及唔及嗰個動畫版。咁而咧最重要咧，我覺得佢咧呢個咧就同呢個叫 LEGO 咧就最重要咧，佢就做咗一個世界出嚟嚇。咁如果世界咧就同 LEGO 講個世界咧裡面咧，佢有一個叫哲學嘅意味喺度嚟嘅嚇。咁樣咧就因為咧佢呢一個咧，佢裡面咧佢講香港嘅何解講香港咧？如果你睇過嗰個卡通片咧，有好多人都提及，因為香港咧，即係呢個城市咧，即係俾大家講咧，有兩樣嘢係最相當之吸引嘅。第一樣嘢咧，佢咧就行咗好多前衛嘅成個社會裡面咧，有好多尖端嘅已經做咗出嚟嘅。嗱，譬如咧佢。對細菌的研究嚇就非常之多嘅，多個案出嚟，或者嗰個叫成個嗰個叫成個國際經濟嘅嗰個市場咧，香港係亞洲嗰個咧，你最早嗰個嘅股票市場啊，嗰個咧就已經做得即係做到有個體系出嚟嘅。咁但係咧就去到呢個高線啊 sales 就更加深入啊，佢講話咧成個商品世界一個 image 啊，一個形象嘅建立啊。就係香港咧，原來最突出嘅，即係香港咧，即係到而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叫品牌或者成個城市嘅設計咧，都係與別不同嘅。係咪好多符號啊？啲叫做同埋佢做一個叫隱蔽嘅邏輯，最重要咧就有一個 hidden logic 喺裡面嚟嘅。咁個 hidden logic 咧就即係時間嘅問題，唔好講咁多啦。但係咧，你會睇嗰時候咧，我哋可能高線啊 sell 嗰時候咧，專講城市嗰時咧就會講埋佢啦。咁但係咧，即係。除了個之外嗰時咧，咁我都覺得都可以講埋呢一部咧。你會唔會發覺咧？佢依個《西遊記》有冇睇到？有冇？啊，都有睇過。佢係玩具世界都好強調嘅。去到嗰個比丘國裡面咧，紅孩兒嗰個咧就專講玩具世界嘅，都好玩具咯，玩嘅形象已經好玩具。同埋咧，佢嗰個玩具你覺得似唔似依個 toys 依個世界？如果你睇過，你會覺得幾似啊？佢有種。佢有一種叫做諷刺，或者亦都咧有一種叫反諷咧。佢講而家嘅嗰種世界咧，嗰、那個咧即係嗰個年青嘅國王咧，就等同於 Toys 依個古仔嘅裡面咧呢、這個太子爺咁樣嘅嚇。咁啊，亦都咧佢有少少反諷嘅。佢話有好多而家嘅當權人，咁佢咧基本上咧佢諗嘢咧都係咧，俾我睇，俾我睇，得意啊，得意啊嘛。依、這個咧就係北韓嗰個最似啦嚇。咁、啊、除咗北韓之外，仲有邊啲似啊？咁我諗大家都可以揾到嘅。咁我覺得個人咧就係咧，佢就係講咗俾你聽咧，有好多即係其實佢裡面嘅電影嘅世界咧，佢裡面有個哲學嘅嗰種思想出到嚟。咁啊，依個咧就係啱啱咧，我哋而家出街嗰時候咧，啱啱嚟做，你哋會唔會打算睇咧？一個叫《來自火星的愛》啊，會唔會睇下你哋啊？唔問，因為你講下，咦，阿 Sir 你講緊啲評語喎。不過咧，《來自火星的愛》咧就有樣嘢就好得意嘅。佢就係講呢一個後生仔，嚇佢咧就係、是、原來咧佢咧就喺嗰個
火星的途中呢，原來一個女太空人呢就去到那時中途那時才發現原來自己有個身體，咁啊去到火星嗰時候咧生出嚟，所以佢咧就係第一個咧喺外星嗰度生出嚟嘅一個唯一嘅一個地球人，即係當時。咁佢咧呢部電影講咧，其實佢咧就即係一個近未來嘅故仔，但係近未來咧就近得好緊要嘅，離曬大寶嘅近係2018年，已經去火星。咁咪哇咁啊邊咁啊即係淨係佢講個世界唔係一個好現實嘅世界咧，但係佢裡面咧佢用咧。其實一個很現實 的方式咧嚟講嗰個故仔嘅，咁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咧，佢就講佢後屘佢自己諗嗰個辦法咧，走翻落嚟個地球嗰度咧，佢想揾佢個爸爸嚇，因為咧佢嗰個成個過程咧，就即係咧一個叫火星嚟嘅人啊，冇人係知道咧有呢一個地球人嘅即係佢嘅地球種，但係咧即係喺外星翻嚟去揾佢爸爸嘅一個故仔。咁啊個 concept 咧就相當之有趣，但係咧我覺得佢咧就都係掂到咧我哋今次咧即係講嗰個叫主題。佢講咧有好多時咧個世界咧裡面嗰度咧，你會發覺咧好多時咧，譬如好似 LEGO 嗰個世界咧，就係咧啱啱同佢調轉咗佢。我哋係好似咧一個喺現實嘅世界嗰度咧，就走咗落一個叫幻想嘅世界。而其實咧就係將個幻想世界咧就投射咗落去咧，就變成咗咧依個。空間呢、這個次元咧，空間咧就好似日本咧嗰時咧，即係90年代開始講嘅嗰種叫二次元嘅嗰種現象啊，就入咗嗰個世界嗰度。咁而家當你去到講嗰個時候，你睇呢部戲嗰時候咧，你會唔會發覺其實咧就好多戲咧都喺度玩緊呢一個題材嘅？你講唔講到舊嘅有邊啲？啊，今晚就嗰個。俾個選擇你啦，因為我哋電子世界爭霸戰嗰啲係啦，嗰啲其一啦。而家嚟緊咧，電視劇都出緊啦，咁個係啊，係嗰啲嘢亦都係嘅。咁啊，仲有咧，如果講古典嘅，都相當之有嘅，即係去咗一個世界，而嗰個世界咧，即係你會發覺咧，嗰個咧，即係有好多啲嘢對比到現實嘅世界。綠野仙蹤啦，經典啦，係因為佢今集都有介紹嗰啲啊。啊，綠野仙蹤就係咧。除了綠野仙蹤，還有什麼？愛麗絲那個啦，外星境，Wonderful Land啦，除了那個之外，還有誰？還有小飛俠那個Neverland啦，除了Neverland之外，還有誰？Lord of the Rings的那個中土啦，那個懸浮的那裡啦，中土，其實呢，這一種呢，叫我呢，穿越啊，境界的穿越啊，是引發呢，我覺得呢，我們看Batman啊，或者看那時候呢，LEGO 咧呢個世界咧係有一樣嘢咧叫集體嘅共同記憶嘅，但係大家都有呢一種咁嘅諗法，即係當你喺度砌一個景嘅嗰時候咧，砌一個 LEGO 嗰時候咧，你個心理咧都好投入到嗰種咧，即係建立呢個世界，你好似發覺自己咧變成咗一個叫 LEGO 數碼嘅，唔係一個叫做樂高嘅耶和華，那個世界係你做出嚟嘅。上帝之手咯，係啦，咁咧就後來咁你玩嗰個 Sim City 咧，就更加都係你噶啦嚇。咁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咧，就如果你講咧，即係響創作嗰個嚟講咧，就有一個咧，我哋咧就即係上世紀就發即係都提出咗一種主義啊，叫未來主義啊，futurism 啊。咁啊有好多人咧就都覺得未來主義係以為就咁講未來，但其實佢有一個好關鍵咧，就喺嗰個未來主義咧，喺電影嗰度實踐曬出嚟。佢就講乜嘢咧？就話當電影咧，或者你創作，你中意畫公仔嘅嚇，你中意設計模型，你咧就可能或者有一個叫做就算現實世界都係嘅，一個建築師都一樣係嘅。或者一個即係就算咧，你做一個叫做係嗰啲即係時裝嗰啲都係。你做的那個呢，那時候你不需要叫用實用的東西來做的，當你涉及到一種美觀或者一種叫做呢一種創作的時候呢，多多少少呢你做出來的那個作品裡面呢，最關鍵是有個是什麼呢？是你的個性的表現，你的個人你可以 control 到那個成品。那這個就是其實 futurism 裡面最關鍵呢是要提出的那件事。他說每一個人他做一個世界呢，
而嗰個世界咧，裡面嗰度咧，你一手一腳用你嘅嗰個麥嚟做嘅嗰個世界嗰時候咧，其實世界咧或多或少咧，對啲人咧就最大嘅嗰種吸引咧，就話佢唔單止睇到呢個成品，佢睇到你嘅一個個人世界喺度。咁所以咧，呢個咧你會睇到咧，其實樂高咧佢同埋咧即係其他我哋講嗰啲嘢咧，就佢講俾你聽。你作為一個叫做係 creator 咧。佢最正嘅嗰樣嘢咧，就話你可以建立到一個世界出嚟，但係而嗰個世界咧裏面咧，你可以有啲嘢咧就將你變成咗私有化咗佢，就變成咗咧。當佢嗱雖然咧佢依個咧 Batman movie， 但係佢因為加咗個 LEGO 喺度，就係 LEGO 嘅世界嘅 Batman movie。你見到個 Batman 咧，你就係唔能夠覺得佢咧係完全抄襲啦，因為所以佢都排埋佢出嚟。佢系其中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character 嚟噶啦，吓佢系属于 LEGO 嘅世界嘅咁系。咁啊呢个咧，我觉得咧，如果大家咧即系都有呢个咧嗰个睇戏嘅嗰个方式嗰时候，你会睇多咗好多嘢嘅，吓同埋你会发觉咧，佢依个谂法咧都系实践紧咧，即系好似我哋咧即系以前咧即系讲嘅一个好经典嘅一个哲学嘅一个故仔，就叫庄周梦蝶啊。當日莊周咧就夢見自己變成咗只蝴蝶，咁個蝴蝶嘅世界嘅裏面嗰度咧，咁佢究竟佢係莊周定係蝴蝶咧？咁但係咧，蝴蝶咧，咁佢講咧就蝴蝶係一個夢，蝴蝶嘅夢中嗰個世界就係蝴蝶嘅嗰個世界嘅，嗰個世界點樣樣嚟嘅？會唔會其實 LEGO 咁咧？喺蝴蝶嘅眼裏面點樣睇嗰個世界咧？呢個就係其實嗰個戲嗰度咧，大家唔即係都少講嘅嗰個部分，但係你會發覺咧。蝴蝶佢都會有自己嘅世界。當莊周咧就轉咗做蝴蝶嗰時間咧，佢會可能咧佢咧就亦都咧佢睇到另外嘅一個世界。而當佢夢醒嗰時咧，就同現實嘅世界咧做多個對比咁樣嘅。咁啊，我覺得其實我哋咧呢個 LEGO 嗰個咧，其實我哋睇嗰時候咧，第一集咧都已經咧好深刻咁樣咧將呢個主題講咗出嚟。咁啊，所以咧你會睇到咧 LEGO 咧即係嗱第二集咧。不知道成績有沒有第一集那麼好，因為第一集的成績是很棒的。今次現在差不多完了，我想問你們，你已經擺了明了你喜歡第一集多一點，但你會不會你估計它票房裡面它會不會超越到第一集呢？應該會的，因為第一集喜歡 LEGO 電影的人會繼續看，再加上可能 Batman 的粉絲會看。是啊，這個都是一個關鍵來的。DC 的粉絲。是啊，他會不會真的印到 DC 粉絲進去看呢？不知道了，總之我都算是叫 Manchester 的 DC 粉絲，我都覺得他是很過癮的，這個是啊。還有講到 DC 的世界出來。分鐘唔止睇一次添啊！你睇一次睇唔曬噶。係啊。你會唔會因為小丑你會再睇多次咧嚇？唔會咯，我會諗辦法再睇咯。你但係你都會睇到佢嗰啲衫係咪小丑嗰件衫都係，大家都睇到好多細節嘢㗎嚇。睇唔曬，佢咪成日嗰啲衫咧成日走出嚟嘅。係啊。阿 Batman 又好 ，Warren 佢哋冚唪唥都係咧睇唔切啊！咦，是喎，那個可能特登引你去睇多次嘅喎。咁我係，因為佢有好多套衫嘅，你睇到咧，各大嘅各大年代呢一扎嗰啲衫，佢都喺度喺度啦。佢加埋佢嘅 LEGO 化咗佢嘅喎，係啊。仲有個墨西哥，我睇唔住話有墨西哥 version 嘅。小丑唔係佢而家嘅 Robin 嗰件都係話佢唔知加墨西哥加連麻嗰個嚟嘅，咁啊佢唔中意嗰條。長褲唔中意。係啊，咁啊，標咁嚟咧，即係你點估？我覺得呢套應照理論應該會票房好過第一集，即係好似頭先阿 Alex 咁講，佢 Batman 嘅 fans 啊，同埋再加埋 LEGO 嘅 fans 啊，咁做大啲個鋪啊，同埋入邊最印象深刻，佢個嗰蝙蝠洞入邊咧，嗰啲車嗰啲咧係唔同年代嗰啲嗰啲車啊，交通工具啊，嗰啲哇，嗰啲睇唔切啦！洗頭艇啊，聽唔聽到佢講？聽到啊！嗰啲睇唔切啦，已經係啊！佢有啲淨係出一個 shot 嘅啫嘛，咦？點解丁子會喺埋度嘅？啊，關佢咩事啊？係咪遲啲會玩啊？丁子遲啲會做丁子，咦？咁都幾好啊！呢個點樣整啊？好啊，咁啊，阿 Janice 你啊！我都覺得會，因為其
其實我專登呢一次睇咧，專登揀星期日咧，就係諗住睇下啊啲小朋友其實中唔中意呢套戲咧。咁我睇咧，最起碼坐我隔離嘅小朋友咧，真係由開始一路咧已經睇得好開心，好興奮嘅，不停咁笑啊！係啊，佢哋即係 Batman 嗰度跳舞嗰段咧，佢哋好開心啊！係啊。我都好，唔係我都好想咧，即係有冇啲 LEGO 即係出呢個會發光嘅 Batman 呢樣出嚟啊？而家呢啲唔發光，鎖匙扣嗰啲係發，係會發光嘅，係啊，係咪都係咁？咦，咁啊，咁啊要 keep 喎，咁啊你咧，我絕對相信佢係票房會好過上一套咯，因為同埋我覺得會啲大人都真係想去睇多啲，因為上一套始終個感覺係似玩 LEGO 嘅感覺，但係呢次就。大人去睇可以 enjoy 佢裏邊嗰啲笑話嗰啲笑位啊，因為有啲真係可能就算細路仔都未必明噶嘛，有啲笑話，但係反而可能係老一輩睇開篇科學嗰啲咧，就會發覺好多笑位喺嗰度，其實係。嗱咁啊，發覺咧，即係有大部分咧都話咧，即係中意睇第一集，但係呢套咧就都係照樣咧就係照單全收嘅嚇。咁啊，我咧就即係都覺得咧，其實我都係中意第一集多啲嘅啊。咁嗱呢部咧，咁我都咧就我都會再睇多次。何解呢？因為我只係睇粵語版啊嘛，睇劉青雲版本啊嘛，咁我想睇下佢嗰個原裝版嚟嘅。咁啊嗱，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原來電影咧有好多種角度去睇嘅，甚至你覺得，咦？依度都唔係真係咁正嘅咁一個，但係你都覺得咧，即係有啲細節嘅嘢未必係戲劇嘅吸引你嘅嗰啲地方咧，係可以令到你都覺得，哎，喂，都係得嘅喎，即係咁樣。咁啊，所以咧，即係而家依個叫。LEGO 都講俾大家聽噶啦，呢個世界咧就變咗咧，唔係話咁簡單嘅，可以好複，即係你睇到好多唔同角度都睇到好多啲有趣嘅嘢，你又開心啦！我一直都揸住你嘅，即係你做出嚟嘅嗰啲筆記記錄，呢個慢慢研究啊！你都影印一張俾我好喎，俾你啊，咩嗰個？咁啊多謝你喎，咁啊好，咁啊就今日時間都係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就同大家講電影有毒，拜拜。拜拜。